两根线不要。这根长线来做绕线，往下边编洗整洁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边上中间这两根还是反洗整洁。我现在这一根线呢来做轴线，现在再去掉两根线，这根线来做洗卷结。新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另外一边也是这样的编法，留下四根长线，把这些短线全部剪掉。现在我们来编这个手绳的部分，现在就剩四根长线，我们来用这根线来做轴线，做一个洗卷结。现在轴线绕线不变，再做一个右洗卷结。这边也是一样，现在这两根轴线来做一个洗卷结，做好之后它就是一个菱形。一直重复，做到手腕一半的长度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长度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做一个平结线圈。